你弟弟来了，此人已犯众怒，逆境之中四处皆敌，早晚必为所擒。只是此事应由我亲族了断，不然天尊颜面何存？你们要仔细搜索。是。此外，族内传来消息，仙池极有可能也在附近出事，你们一旦有所发现，立刻向我禀报。 当年在不老山，毕竟是他设法助我逃生，可见其心底不坏。姑你无需烦恼，总有一天，他会知晓一切来龙去脉。也是，方才他说仙池即将出事，我们也早点去找为好。 又见面了，是你，兄台，老占便宜不太好吧？是你们俩，不是和你们说了，秦族和天国要联手对付你们吗？怎么还过来？怎么样？啊，我就说来那两位天国高手备战之地附近寻找，准能找到他们吗？ 此处已被我们彻底包围，看你还能逃到哪里去？你还有那个胖子，果然是一伙的。哎，你们来抓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既然皆是大家的仇敌，全都斩杀了便是。爷爷，看我的。嗯。嗯。嗯。 是你非得上门送死。 当时你暗设杀局，不会以为那事就过去了吧？ 你真以为我怕你啊？哼！放屁崩花，这就是你的手段。
第三杀阵，刚刚那雾气是混沌气，他用的是第三杀阵，此人背后必然有大啸生妖。敢与我火魔宫为敌，你也想拦住我们？不是我说你，有点准头行不行？嘿嘿嘿，你那么大本事，肯定能躲开的。哎呀，送货上门给我吃，多谢了。还有谁觉得自己味道不错？还以为是谁敢如此叫嚣，原来是光天化日袭杀我做贵客之人。我秦昊前来领教。爷爷，莫要暴露身份，不然会给弟弟父母带去更多麻烦，咱们顾不过来。领教？你可知自己为何而战？你可知与你们联手的天国之人曾在恶魔岛猎杀你的祖父？刚刚殒命的火国宫高手曾多次草菅其他选手之命，你要为他们向我领教？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，挑拨离间！我秦祖岂会信暗海清君的下作之事？我要是告诉你此事千真万确，乃是我在恶魔岛亲眼所见呢？此事我自会调查，但今日你休想安然离开。别！老皇竟能以肉身之躯力敌两块仙骨的秦昊，究竟是何来头？难不成这人乃是魔骨教刻意培养的初代？既然能挡住我一拳，这本就是你哥哥的神通。算得上偷袭，绝不客气。你不是对手，拉着草山上前。仙池现世，此乃元天至尊涅槃失败的池子，可能方才的争斗无意中撕开了他的封印。既然如此，其中必有大机遇，也省得我们四处去找了。至于你，还是搞明白身边那些人对你都安了些什么心，再来找我吧。
哎，等等我呀，我和你们一起。等一会儿，他到底是谁？应该是座神秘古法阵，管它是什么，先飞过去看看。看来此处也被封为了禁飞区，只能踏桥而过了。要当心，我用了玉的力量也仅能飞离地面少许，这深渊有股吞噬之力，如果掉落必不可能生还。又是你这鬼域小神！哼，只许你欺凌我等吗？你对我等出手之时，就该想到自己的下场。哎，这两个手下败将不敢正面应对我，便是这种下三滥的招数。哼，不用管我。李烨，那我先杀过去。此处禁空，他怎么可能横渡虚空？玉，那是他的玉，快跑！三人，这是原来鲲鹏法。你怎么会有此太古奇术？你们没听说过下界荒域曾有鲲鹏巢现世，有人习得了鲲鹏妙法吗？石昊，你是下界的石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要死的是你们，不然又怎会让你们见到鲲鹏宝兽和知道我的身份？总有一天，我终能强大到可以保护自身与家人，到时便可以真实身份示人。你不要过来！无需再隐藏这些人人觊觎的宝术。可惜你的肉身全是腐败，吃不得。倒是那紫霄鲲。若是能找条巨蛇共处，就可以烹调成名菜龙虎斗了。龙虎相斗，龙远胜于虎，何不换成方才的凶禽赤羽鹤？妙哉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没想到爷爷对美食一道更有研究啊。哈哈，美食一道我食中天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待会儿你我好好切磋一番面试，现在先快点赶路，免得传承地被人捷足先登了。